韩国人气男团 EXO 呢晚喺香港举行佢哋嘅第五次世界巡回演唱会。虽然成员 Xiaomi 同 DO 已经入伍，同埋中国成员 Lee 继续唔参与组合活动，令到今次嘅表演只有六位成员参与，但系仍然不减 fans 们嘅支持度。大批 fans 一早就入场等佢哋偶像啦。单单系睇预告片已经令 fans 们劲兴奋啦！六位成员一出场就唱咗 Temple、Transformer、Gravity 呢三首快歌。他们的劲歌热舞令到 fans 们尖叫声不断，祝你们明天的表演都顺利啦。